可以跟你在一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如果你觉得我还不错的话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一辈子。那现在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要求婚？你要讲点话。没有，我觉得就是目前感觉都很不错啦。我真的第一次这样子。是真的以结婚为前提在交往吗？我们没有聊到这么具体啊，但是就是稳定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会没问题吧。但我不知道他的意愿。哇！你几岁？你现在几岁啊？现在吧。我满40啊。你40那可以结了。他有点太晚了，我也会蛮着急这个事情。他已经答应了，他说会啊。对啊，这样算求婚成功了耶。对啊，求婚成功啊。好浪漫啊！给二十在我们节目又成功。节目上求婚，真的，你要不要下跪讲一些什么誓言啊？今天不是你们录春节啊，没关系啦。干嘛要转？你们想要转过来看这一幕吗？要转过来看吗？还是一起转一转，转过来看？一起转过来看求婚呐！真的假的啊？他说 OK 啊，不是，我觉得好像太突然了。对，你可以。有没有求婚过？现在，真的，谁会莫名其妙求婚过？当然就是要即兴的讲出你真实的感觉才叫感人呢。哦，那如果我们没有结，不是很奇怪？所以你要娶她，爸爸已经答应，你有什么好不娶的？一直觉得会拱。我觉得请下跪。爸爸，我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戒指。还是到前面、啊、没有戒指没关系啦，重点是那个感觉，然后他愿意。你在那边好，因为我想拍左脸。什么偶像的坚持？不是，我真的没有偶像的坚持。你让我拍一下。要下跪。原本说好不是这样的吧？好刺激啊 ！From your heart， 我今晚最刺激耶！不用讲一些成语什么的。哥，这是你的手机吗？对。要帮你拍，要帮你拍吗？你们喜欢记录吗？帮他拍，快点！哦，好硬哦！天哪！下跪啦！我帮你录，可以跟你在一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如果你觉得我还不错的话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一辈子。你要问他愿不愿意？我还是要问愿不愿意啊？你愿意嫁给我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